那是什么？那是乌鸦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乌鸦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乌鸦。今天是孩子出生的日子。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形容的喜悦。今天孩子会走路了。我领着他在院子里走路，今天我和孩子一起去散步，他指着乌鸦问我，那是什么？我笑着回答，孩子，那是乌鸦。没过多久，他又问我同样的问题。那是乌鸦。我耐心地告诉他，就这样，他问了我十几次，我都耐心地告诉他，他开心地笑着。